百算也算不到自己能不能中乐透，那么买回家的彩券更别乱丢，要对个仔细。台彩去年十月十五号各在台南安南区财神发公益彩券商行和前来旺彩券行各开出一注大乐透头奖，各得8200万，共1亿6400万元的奖金，但到现在奖金还入不了得主的口袋。天上掉下来的礼物，如果是我的话，不会忘记了。高额奖金等不到主人，过了17号可得要全数充公。台彩指出，这两张中奖彩券都是自行选号，搭配多期投注，购买金额分别是1000元和2000元。我们也是经由台彩告知我们说，我们店有开出这个头奖，大家都想来沾沾这个得大奖的喜气吧。希望他赶快去领奖，今天又是最后一天，可以过个好年。看到这里，快翻出您手中和家中的彩券，瞪大眼，对个仔细。可别错过财神爷来敲门，就这样擦肩而过。华视新闻台南报道。